先暂时，如果你是初入门，你想要比较没有障碍的学习的话，建议呢你可以先安装 2.1 或者 2.33， 2.33 我想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版本，2里面最高的版本。所以呢我们要装哪些东西，我是建议各位第一个特别注意，就是那个 SDK Manager 里面他帮我打勾了12个，请你把这12个通通打勾取消，通通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些东西尽量先不要打勾，有没有？全部都没有。然后请各位务必注意展开 Enjoy SDK 第一个请装7的版本，就是 2.1 的版本。那装哪一个请你装这一个，打勾这个就好了，这一个 SDK Pattern Phone， 然后还有 Google API。 那 Sample 看各位要不要，如果说你暂时不要用到 Sample， 你不要 download 了，反正就不要浪费空间了。第二的话呢 2.33 的话一样展开来，Pattern Phone 跟那个这个 Google API 这两个打勾，其他没有必要的话不要打勾，顶多就是多一个。哪一个呢？如果你将来希望你自己插上手机之后，它可以把你的手机当成是那个模拟器的话，比如说你要把 APP 放在你的手机上的话，那你顶多就是把什么 Google 的这个 USB driver 把它打勾，那其他的话暂时不要打勾否则的话呢会有意想不到的错误发生。那这个错误怎么办？你又要重来一次这个环境又要重搞一次，很花时间的，非常花时间。因为很多人为什么会想要放弃开发也对，因为光搞环境呢就会搞到疯掉了特别注意这个部分。好了之后的话呢，请各位把它按一个 install， 总共有5个 package 其他多的不要OK， 把它 install， 这边把它 accept 一下全部都把它 accept license 一下，那把它 install。接下来的话就是等待它安装完毕，就会有我们有 2.1 跟 2.3 的版本，那你就装2个就好了特别只有刚刚就是最重要有4个 Pattern Phone 跟这个 Google API， 其他不要打勾了，其实没有必要用到好吧，画面呢再还给各位一下试试看